赶集了，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又来韩春河赶大集了，今天积极给大家拍90后卖猪肉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现在是早上9点，今天赶大集的人不是很多。来吧，拍劲吧，带劲儿，是100多吧？啊，谁家的狗哪？啊？狗骨头。狗骨头哪？班级总，这个个大，这个100多斤，这个得有120，咋卖呢？10块钱，5块12，有120吗？这是有，像百八十斤，我自己给弄下来了。这个猪肉还行，挺好。这刀法。这个咋卖啊？这个削好的10块，没削的15斤2斤，纯手工现削啊。大葱便宜了，这一捆才10块钱，这一捆可不小啊。还是这个结实，不好拿吧？这好拿。一会儿买别的。这让个10几块钱。这还卖菜板呢。这个平板可以。这一车都是菜板。别给人倒了。12的，从这儿拿吧。行，讲价吗？不，我不用讲，我们这儿回去吃方便面。咋卖呢，杨肉？36。杨肉36。54。啊？正好的羊腰子。1斤多，36。真香。5元一袋，什么人卖？这现在是真便宜。火龙果15元一堆，火龙果真新鲜。姑娘8元一斤。哎，我们家有这个耶，我们家有这个。43。这个。看看糖葫芦。咋卖呢？糖葫芦几块呀？5块。冰糖葫芦5块。五
豆10块钱一袋，8斤。他过来，啊，说有吗？有，他自己倒的是，那是垃圾。这老板在这儿呢，卖80元一斤草莓，那老板，80元一斤吗？草莓？啊，一样的东西，它就面上大点，下边小点，我们就直接装到这没菜的。咋卖呀，草莓？18，十八，便宜了呢，360。这都什么鬼了这？今天草莓便宜了。不弄着，他们是1.2块，7乘10元3斤。回家煮水，连这带这水一水喝。不是。Hello。你好。哎。哎呀，啥情况啊你？给你录。感冒了吧？哎呀，给你录一个。远点儿。是的，离远点，真是感冒了。拉几头猪啊？今天？今天两头。就拉两头啊？感冒了，没敢多弄。我想，口袋里卖没就下走。感冒了。就是来这块的了。这块肉了。咋卖的今天猪肉啊？16。也不想啊，我也不想啊。早上我过来的时候，我也没看见你，我就跑那边去了。哎，别提了，他妈被抗敌眼睛，还有个宠物，我说你找他去，他不敢，他说你跟我去。我们家麻将啊，到那一瞅，买抗敌的人体。啊？我到那一瞅，有人的，没好意思说别人。95，多少啊？6斤3两多。那90后真能干，你穿点衣服吧。穿过了。感冒了。好家伙，这天也太冷了。增加7个多。再来一块。走吧，回家吧。90后是感冒了，不是这是怎么着？都让人铁锅焖鱼，啥人都有。嗯，好，这都不是卖，真火。再来一把，冻着你这别着就化，化开慢慢化，对，慢慢化，自己化。面是肉粉团嘞，先上肉粉。今天本来想给大家拍更好的小视频，由于90后。感冒了，所以这个效果拍的不是特别好。今天逛的是韩春河大集，每周六周日的上午，短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，下期咱们再见啊。